但我嘘完之后，我亲你的脸颊，这手会真疼。我，然后我这样啊，不行不行，那这手太脸了。亲这个位置就其实你就是感受他的我在讨好吗？我要走了啊，走了。注意啊，你走到最后面啊。哦，很尖。来，三二一，开始。那现在就是我知道了，我现在就是难过的，别人在嘴硬，我现在是小姑娘，来吧，来，二一开始。我感觉是终极甜露。那他这场事情很舔啊，他早就做完没有回馈了，因为他本来就觉得自己是一个人嘛。所以说他就是那个终极甜露，他不要一点回馈啊，他是一个美强惨的舔狗啊，他就跟单线这样。你看最后咱们那个跟林渊吵架那场戏，咱们的都是，咱先问了咱爸，然后又问了我女朋友的，我喜欢的女生的姐姐，就是只对这两件事情。因为你是偶像剧男主啊。于哲是舔狗还没想起来，于哲是徐哲卿啊。